know, we can easily find the BJ chips in the window. 你确定要提供中文翻译吗？对，一个个慢慢看过去就好，一点一点的看过去，然后偶尔放大缩小，调一下亮度。哎，对啊，就看这个中间的这个嘛，看吧。对，对对对对，这个黑黑色的，然后把它放大，要调清晰点，然后再玩嘛。E 和 C 一起按才快 ，E 和 C，E C， 是的，调亮一点。放到哪去啊？这个有点失误了，真跑好尴尬哦。对，OK， 行了，好，再看一下其他的。换一个，慢慢看，就左到右慢慢看过去就好。慢慢看，白的就给它调一下效果嘛。你可以把那个 X-ray 的值下降啊，然后就一样可以黑啊。方向对，反方向。妈的，都不检查了，操！太不专业了。嗯？啥？反方向。看左边呀，你一直留。哦，这里已经看过了。你留在这干嘛？一个视频就两三分钟算了。对。上下左右看一下好了，上下左右看看，调一下光啊什么的。对呀，对，就是。哇，这个好复杂，全看了吧？它有很多层的。啊。复杂。要放大吗？看一下。嗯。嗯，对，这个超大的，对，可以，看完了，好了吧？可以，调清晰一点喽，把那个。X-ray 降低一点，电压，靠，电压到90，要命，70就够了，现在，对，OK， 对，一样的效果，可以啊。